真正道风怎么树立呢？诸行，希望啊，我们学习圆工大啊，我们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啊，这个道场呢，专门是以念佛为主啊，树立真正的道风。真正道风怎么树立呢？进入那个地方就不要讲话，道风就建立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说话了，你就不会有妄念。只有念佛啊，决定不准你讲话，你这个道风是建立啊。只要上山啊，一上山就不要再说话了。你能做到这一条，你这个道场成就了。不说话，人心是定的呀。啊，你才容易得念佛三昧呀。啊，杂心闲话障碍了你的道心。你修行这么多年，你连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啊，往生没有把握。什么原因呢？你的话太多了啊。要知道，所有的言说都是废话，所有的言说都是口在造业，造口业。无量寿经教导我们修行基本的方法，头一句就是说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。啊，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不管好事坏事，一概不理会，一心念佛。啊，随功课。早课念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讲了，晚课呢念一遍《弥陀经》就可以了。啊，对于净宗法门有疑惑，你就听经，听经专门有一个房间放录像带。啊，也只放无量寿经、弥陀经，啊，让他不断反复去听，增长他的信念。道场要给世间道场做模范，如果不能做一个好的样子，我们这个道场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。